拿了单子就走了。你看，他会看镜头，你看。你看他好高兴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很棒啊！哦。他今天心情很好。今天心情很好。因为我哥哥从美国回来。哎呦，是哈、哦，是这样子哈、哦。对。很好。所以他心情特别。特别心花怒放，你看。哎呀，你看，所以哈、哦嗯，好命啊、哎，好命啊，哦。他今天也做得不错，他一开，我不知道一开始是不是心情好就怎么抄都没问题啊。对。okay, 他现在可以做新汪爱了呢，你相不相信？哦、很好，对呀、啊，哎呀、啊。啊，你相不相信？我们来这做了几个月了。嗯。一开始是连那个脚都没有办法弯了、啊。嗯。现在可以做新旺爱，都是你们的功劳。哎，你看看，哦，很棒哈、哦。他原来是连脚踏车都没办法。嗯，你看现在多重哈、啊？哎，有得量吗？好像四十二。四十二。哎，三步十要跟他量一下。好，那我回去再给他量量。嗯嗯、哦，好啊。Okay、看起来是没瘦。哎，请问一下我不知道哈，因为我原来在那个。在医院就一年前，他一年前中风嘛啊、哦，一年前中风的时候呢，那个原来也是不能动，那后来医生呢，复健医生哈，就是让我们让他练习，就是说他有一个进程给我们。嗯、哦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是没有按照那个，就不知道我们的期望值应该是怎么样，因为以前呢，我们是。能手脚可以动了以后，他就要我们让他坐起来。哦哦哦。哎，坐起来，那坐起来以后就让我们让他试着让他坐好，哦，坐好了以后就让我们左右前后让他训练腰力。嗯、然后就让我们让他那个，站。那我不知道像我妈现在的这些情况呢，我现在已经开始让他坐起来。嗯嗯嗯。哎。就是应该是这么说了，就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啦？是是是哦，就是说，假如说我们的目标是要给他起来站起来走的话，那就要积极一点。嗯，但是我现在我的目标其实没有放那么高。嗯嗯，就是说我们现在目标是让他维持好的坐姿，然后能够维持，因为人家一直躺着那就出问题的。嗯，他能够维持好的坐姿，所以我刚才问说他坐的时候有没有把他绑住，能够坐姿稳定。然后呢，可以帮助你们移位，就是比如说上厕所的时候，可以尽量能够到厕所去。嗯。然后这个坐姿它能够移位，这是我现在的目标。嗯。那我现在目标倒没有把它放到说大家要起来，因为他一站起来走的话哈，你们就开始伤脑筋了。他想会走呢，他就容易跌倒，一跌倒到时候问题会更多。嗯。那当时不是说我不给他走，而是说他。假如说你要练到那个程度的话，哈，第一个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。嗯。那这个目标是不是我们想要的目标？嗯。好，其实我们现在就让他维持健康，然后他的各方面维持就好。我倒没有那么积极说要给他起来走。是。啊，因为走的话，其实，哎，我们的压那个我们的那个压力也有点大。一方面风险大。嗯啊，那一方面他的受着那个。对对对，他倒没有办法说把他定得那么高。对，不要定。那只要就是说，哎，他日常生活方面，哎，自己的日常生活也都还不错，嗯、然后你们照顾起来也还可以，先求这一关呢、啊，先求这一关呢、啊，哦，因为当然我们都希望他能够起来站起来走，但是我是觉得，哎，对，你们倒是这个倒是他的会负荷，这我都还不太确定。当然，他假如说，哎，就是他越，比如新旺外做完之后，哎，发现哎他的体力越来越好。那当然，我们再来试看看、嗯，那部分都只是为了协助他的移位，嗯、啊，倒不是用了功能性的走动。嗯，对对对，我是觉得能移位就差很多了。对，就是上厕所啦、洗澡的、他能够帮你动一下，就总比你这整个人把他抱来抱去好多了。对对对，我现在对啊，你说站起来走路那不现实啊。那个我目标没有放那么，或许他搞不好，哎，你给他营养一点好一点，哎，搞不好他起来走那也可以，但是那时候但是就容易跌倒、啊，就是随时要二十四小时，因为他有时候老人家想起来就起来，你还真是没办法控制他。嗯 ，OK， 了解、啊，所以就是让他能做好，嗯、啊，对，做好，然后对坐姿方面，移位上面协助移位，这两个是我的目标。哎、好的，谢谢。嗯、那这样在。在我们做那个复健上面，我开了。做完这个性旺爱还可以做些什么？哦，有，还有很多等着后，就是看他的情况，那个做到哪还可以的。啊、哦，他这个性旺爱算是比较
刚开始而已啊。哦、嗯。虽然你们觉得进步很多，但是他后面还有很多功课等着他做。真的、哦。他只要能够接受，我们都会继续排上去。你是这初级班现在？对，现在是至少已经做初级班了。他以前是还在幼稚园而已。我觉得能做新方案，我就好高兴、啊。对了，都会再进步。对对对。啊、好，谢谢。好、啊、好、啊、好，谢谢。